在此给大家介绍三菱电机的节能支援软件。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碳中和的背景下，各厂家被要求进一步实现低碳社会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三菱电机开发了 Eco Advisor， 可通过利用 AI 技术将其应用于广泛的领域。Eco Advisor 大力支持节能活动的过程，从了解当前情况到抽出能源浪费、药因诊断以及评估节能措施的有效性，并为减少二氧化碳做出了贡献。首先了解能源浪费的现状，使用 Eco Advisor 可以利用各种图形从不同角度分析庞大的数据，可迅速缩小应作为节能措施目标的范围。接下来是抽出能源浪费。基于三菱电机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，我们着眼于主设备启动和关机时间的浪费，附带设备启动和关机时间的浪费，能源原单位运转率等五个角度进行分析。人工智能技术MySato 实现了从这五个角度自动抽出何时、何地以及发生多少能源浪费的功能。接下来是诊断能源浪费药因。手动诊断能源浪费药因很困难。Eco Advisor 还将 MySato 应用于该药因诊断，根据时间、星期几、温度、作业人员、设备情况等各种信息，及时对导致能源浪费的药因进行排名，并将其与预期改善效果一起显示。此外， MySato 会学习用户输入的有效性，并将其反映在后续的诊断中，这将演变成一种更适合用户情况的药因诊断。最后，评估节能措施的有效性。只要选择改善前后的期间， Eco Advisor 将定量显示耗电量、电费和节能重点五角度的改善效果。通过重新评估采取的节能措施，可以确保节能活动的可持续性。 Eco Advisor 还与开放式软件平台 Edge Cross 兼容，该平台不分供应商和网络，可对任何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和诊断。三菱电机将通过 Eco Advisor， 除了楼宇和工厂，还将大幅提高各领域节能活动的质量和效率，为实现可持续的低碳社会做出贡献。